佐证 Go。以上是我们的简报目录。佐证位于台南市的一个小镇 ，CNN 在2024年撰写出全球值得造访的地点——台南佐证的草山月世界名列其中。我们透过文献发现，佐证拥有七代的文化、各地形及多元的重要性。经由访谈在地业者得知，当地被设为水源保护区，产业难以发展，其相关林线向各类公园散布如此的自信承诺。透过文献探讨与实地游玩，发现实地解谜是一项很新颖的游戏体验，刚好适合解决佐证的困境。所以我们想借由实地解谜游戏，吸引更多游客到访佐证并久留，实现 SDGs 目标之一。我们透过实地走访，发现佐证特色景点分散，给游客通常只停留一号时光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我设计了行销方案悠游佐证，能借此增加当地观光。以上是我们的研究目的。我们运用专题实作商业概论，数位科技应用学到的专业技术，及在自主学习期间学会如何使用生成式 AI 与如何设计实践解谜和导览系统来解决佐证的困境。为了让游客深入了解佐证景点的特色，所以我们利用 Mapa 制作以汤姆森摄影奖为主题的 VR 导览系统。我们在系统中放入了四个资讯流，游客可以了解各景点的特色及资讯。我们邀请了民宿老板和挪威总干事试玩，以上其他问题要给我们的建议以及我们修正的内容。这是我们设计的 VR 导览系统，系统内的360度环境图可以让使用者有身临其境感受。而在民宿老板和挪威总干事试玩后，我们自己拍摄制作影片，将佐证在地的故事融入影片中，并以英文配音中文字母方式呈现，也将今天影片的内容改为汤姆森的介绍动画。因为民宿老板也建议我们可以介绍佐证的特色动物，所以我们制作了 MR 导览系统，以佐证原始物种为主题，我们利用 AI 生成软体制作 3D 动物模型，并制作了介绍影片。游客可以通过这个系统了解湖中佐证早期的动物。而为了解决佐证景点过于困难的问题，以台南建成四百，我们设计了中英文版的实地解谜游戏，英文版以西雅雅画为主题。另外，因传教士马尔克曾经和摄影家汤姆森拜访佐证，所以中文版以他们为主角，并将他们曾经佐证沿途经过的景点作为解谜的地点。我们也邀请校内师生试玩，以他们的回馈与建议做第一次修正，修正后实施了第一次游程，游程结束后也依据游客的建议，将游戏路线改为从南到北。原本重复的路线，我们利用梦世界设计了实地解谜游戏，设计了丰富的故事情节，并将佐证的人、文、地、场景融入谜题中。以攻陷这题为例，游客可以了解西雅雅族的祭祀文化，透过这题可以知道西雅雅族祭祀时常用烟、米酒、槟榔当作贡品。游客利用游戏辅助手册的提示解开谜题后，就可以知道西雅雅族对祖灵的称呼。而游客成功通关后，可以利用 AR 机房拍照，并解开密码锁，取得游戏经验小屋补救经验。为了解研究成果的执行效益，我们与全班的民宿合作，实施了两次游程体验活动。第一次游程活动结束后，可以看到游客增加了对佐证的认识，且成功体验到团队合作的成就感。参考他们的建议，修改游戏路线后，我们实施了第二次游程体验活动。第一天让游客先体验 VR 导览系统对解谜景点的初步认识。向民宿领取游戏辅助包后，进行实地解谜游戏。实地解谜游戏从开始到结束大约耗时5小时。通过回馈问卷可以看到，游客增加了对佐证的认识，且实地解谜游戏让他们从此在佐证化石馆停留半天，到走访佐证各特色景点约一天。为让大众更容易实现 SDGs 目标，我们以国中生为对象，让他们体验实地解谜游戏，了解佐证文化，以提升文化社区保护意识。通过前测跟后测对比，可以看到学生增加了对佐证的认识。一边游戏一边实践 SDGs 目标，为了使研究成果发挥最大效益，我们建议未来与社区发展协会合作推广此行销计划，增设佐证各特色景点的服务性设施及巡防公车。我们还参加了台南青年倡议活动，与大学教授讨论我们的研究成果，希望能让更多人体验到 MR、VR 及实境解谜游戏。另外，我们在二二八访谈观光署组长，这样访谈证实我们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，且他建议我们需要再访谈更多佐证当地居民，了解其发展观光的意愿，也需找出佐证独特的吸引力，吸引游客到来。下是我们的研究结论，我们透过文献探讨，发现佐证特殊的人文历史故事。游客借由实地解谜游戏及 VR 导览系统，能增加对佐证的认识。大众可透过实地解谜游戏实践 SDGs 目标，也可将研究成果提供给政府单位或社区发展协会继续推广，增加更多游客久留佐证的机会，让佐证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地方。